养猫咪可以愉悦心情，使人更加细心体贴，降低压力，缓和焦虑，有了心灵上和身边的陪伴，养成勤劳爱干净的习惯，可以增加时间观念，可以改善家庭氛围。例如主人心情变化的时候，他们也能敏锐地察觉到，你开心，他们会撒娇让你陪着他们玩，你不开心，他就会默默地陪伴你。而坏处就是在他们身上会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，可能会被咬伤，所以需要更频繁地清洁家庭卫生。发情时的叫声可能会影响家人及邻居的生活，在养猫咪之前一定要权衡好坏处，做出合理的判断。既然饲养了，就要好好负责。